非常适合 repick， 因为它比较万金油嘛，像它配什么阵容都可以，走哪里呢也都可以，打什么位置呢也都可以，但是大家最好还是不要让它打这个一号位。当然了，你要非让它打的话也可以，像 U9 不是有个攻略嘛，叫做实践蓝胖，那乍一瞅呢是相当牛叉，仔细一瞅呢那狂狮就不知道了啊，没有仔细瞅过。这边咱是500多出门啊，就是三个小树枝，一组吃树，三个小蓝，外搭一个拉轰的轨迹之物。你带了这个轨迹之物走路就要小心一点啊，防止这个脆碎了。这边咱是直接拉野啊，对面也是有一个长得跟咱一样一样的胖子，这个咱就是慢慢慢慢靠近他，不让他知道我的心在跳。啊，这边就直接拉野，就是40多秒拉野，其实也可以拉双野啊。像现在51、52秒或者53、54秒，你往右边走，拉一个双野，然后直接一波双野就可以把这波兵吃掉啊。当然这个不大点事儿啊，拉单野、拉双野都是那么回事儿。这边对面是人马啊，人马过来看了一眼啊，猫敲了一下啊，然后呢，然后就对我们这个神牛啊干了两下啊，这个白虎也过来射了神牛一下啊，这个神牛表示很凄惨啊，没事就被人点了好多下。这边咱们 F 吓唬他一下啊，咱们这叫什么核武器威慑啊，咱们不一定要把这个武器发射出去，对他们进行一个这个那叫啥心理上的威慑就欧了啊。这边上路是保水源啊，和牛头两个人蹲一蹲水源。像蓝胖如果走中路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啊，你这个出了魔瓶然后各种游走有了极速，像蓝胖不太吃装备啊，但是他比较要等级，等级高了以后这个蓝胖就非常牛叉了。你像这个蓝胖别看他这个法师英雄啊，但是他这个力量成长要比这个他的这个智力成长要高很多啊，他这个力量是23+3.2， 像斧王也只有25+2.5， 都不成长都没有他高。这个蓝胖就算这个法师里边的奇葩了啊，不仅是这个进程，而且智力成长还没力量成长高。然后这边大技呢还是这个被动啊，你说他奇葩不奇葩。像这个刀塔里就两个这个近战英雄啊，两个近战法师啊，一个就是黑弦，一个就是这个蓝胖了。这边白虎妹妹也是想过来蹭一蹭兵啊，这个咱们能让他如愿吗啊，当然是不能的，这边过来直接给他反补掉啊，让他明白在咱面前想 A 兵啊，那你是想多了啊，咱刚说人家想多了人家就 A 了一个这个小怪。这边爆了一下，然后这是没丢出去，因为看水源也没有冲啊，水源是直接往回走了。像这个刚才如果水源冲一下然后咱丢个 G 的话，这个还真心这个白虎有可能死，虽然说白虎肯定是有跳的，但是真心有可能死，这边他是死定了啊。这距离远了以后这个导弹是距离越远伤害越高嘛，但是你不躲还不行啊，你躲了是伤害高，这个不躲还不行，这就很尴尬。这边说让下一次这个P神是让这个牛头下去啊，下去保一下 QVP 的这个，他这个 QVP 的分比较高啊，不要给整的找不见了，对不对，这就不好了是吧，大家要和谐嘛。这边又要死啊，这是刚 TP 过来吧，这个突出一个惨字啊，这个女王哎呦我了个去，这就完全享受不到王的待遇嘛，完全就是女兵嘛，这个女王这个该改名字了。这边跟咱对线呢是一个人马和约女啊，只要不被这个人马先手踩到或者这个约女先手射到应该是问题不大。这边咱拿个刀啊，拿个刀把鞋子除了，这个有了这个红色战靴以后这个小感觉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中路这对咳了一击啊，这个屠夫已经是没有补给了，而且没有鞋，咱兽王是有磨皮有大药还有这个鞋拔子，这感觉就是松松的嘛。这屠夫就是想对咳一击啊，咳赢了以后他就舒服了，可不赢的话这就只能回家了啊，要不就运补给啊，没办法。这边有了鞋以后咱就可以去游走一季了啊，把咱这个小物吃掉啊，轨迹之物。这边去中路看看，去中路看，如果还有人敢过来混的话咱们就直接把他带走啊，直接送他回到月景之旁啊，送他一个免费 TP。下路这个飞机这些混的还是挺 happy 了啊，因为这边确实女王也混不下去了，直接转到了中路啊，女王也是比较需要等级的一个英雄啊。不能这个一直，如果前期一直酱油的话，因为女王也非常脆嘛，如果前期酱油了那就一直酱油下去也非常可能的，这开头崩啊就是露露崩啊，就一直崩到最后啊，就经常见这种啊，女王前期打的崩了然后一直崩崩到最后。
这边虫子走，好像这是雾的时间到了，哎，还不知道是让屠夫看见了，反正是被这个显示出来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这边兽王是急速一个包上啊，直接带走一个吼带走啊。这小女王杀个中路屠夫的话，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啊！这就是这叫啥？这个一趟是吧？一趟医院回从前啊，不对，一趟屠夫过了年啊。人家说辛辛苦苦一辈子，一趟医院回从前啊。一趟回到解放前啊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刚才他那种就是一趟就那叫啥，一趟就这个就跨越了这个时代啊，跨越了时间，跨越了爱情啊。这边牛估计得死了，这一个 F 上上去啊，那死的透透的了。这边凤凰还往回走，这是个什么套路啊？这如果让碰到的话，哎，如果他一会儿往回走的话，那他就死的透透的了。这边看这个应该这个给他 G 就好，给他 G 就 OK 了。G 的距离貌似还是比这个 F 要远，F 施法还是要近一些。这边给 G 扔过去，好的，扔出去他就得死，这个不存在 miss 的啊，这要 miss 了就 hold 不住了。这边就双杀的节奏，这边过来一个 QRP，一个 F 啊，QRP 又是一个 F 把他带走了啊，不是说咱的 F，是人家的 F，人家那个 F 好像这个是吧，瞬间就出现了，咱这个 F 还得抬手啊。蓝胖就印证了一个这个俗语嘛，叫做脑壳多了什么发型都有啊。你看他这个脑壳多了什么发型都有。像蓝胖跟这个海明呢，是可以打这个杠 sleep 了啊，杠 sleep 然后就坐下了啊，憨态可掬，非常的屌啊，非常的屌。像这蓝胖有两个脑袋，为啥你说他这个走路就慢，一摇一晃的，然后这个是吧，有时候包人皮，有时候不包人皮，这就是两个脑袋的原因嘛。他干个啥都得考虑一下。然后这个都得是吧？积攒人品呢，也是两边一起积攒。像这个积攒人品，从而达到这个高爆发呢，是这个蓝胖成长道路上的必修课嘛。所以大家要玩蓝胖的话，这个人品一定高。你要平时老干坏事的话，就千万不要碰这些英雄啊，碰了也是个悲剧。不过说实话，到了这个中后期，就算你这个不连，就是不出大招啊，不出动大招，你这个依然是很牛叉了，就是有个 F 有个 G，然后给这个 DPS 或者全队都加上这个 B 以后，那绝对是妥妥的。像蓝胖就属于那种让队友喜欢、让对手恶心的这种英雄啊，他可以整体提高这个团队的战斗力。这边那牛是死定了，QRP 是飞进来的，好像是啊，那也死了啊，就妥妥的死的透透了啊。这边咱都不忍心再下路补刀了啊，这真是悲剧啊。屠夫刚才吃了个回复啊，直接往上走了啊，这就打个字告一下队友啊，这举手之劳嘛，对不对？这边那咱们那上路没得搞，咱就在中路补补刀嘛。像这种像蓝胖这种英雄，真的是提高团队整体战斗力啊。你就是越到别看他是个法系英雄，真的是越到中后期越猛啊。这个英雄中后期怎么不出个一两回四爆，出个关键时刻出那么一下，就是那叫扭转战局啊。就算不出。有那个稳定的 F 控制和 G 这个限制，然后有 B 这个各种给队友加 buff，那这个蓝胖就已然非常霸道了啊，已然，而且他非常的肉啊。如果你想给蓝胖出个挑战，然后转个笛子，那冲到前边的话，妥妥的啊，基本上你这个炮灰绝对合格啊，绝对耐得住好几下揍的啊，绝对不会成为那种就是上去瞬间啊就躺下来，上去就真的杠 sleep 了啊，而且睡得还挺快。这个蓝胖要真睡的话，真睡得不快。这力量成长高就是有优势啊。这边中路有个人马啊，人马哥、人马兄，这个人马兄确实是不大好搞啊。这个看这边怎么搞，他应该是他敢不敢过来补刀？这人马真怂啊，就根本不出来补刀，就在那反补了一下啊。QRP 主要是没视野啊，父王吼的时候没视野，如果有视野的话。保不齐能搞死啊！这人马也真是肉，哎，不太好搞。这边蓝胖出装肯定第一件是秘法鞋嘛，第二这个还是不推荐大家直接裸蓝杖啊。这个蓝杖就算有了秘法鞋，再有蓝杖的话，你这个蓝真心不够啊。蓝杖给的那个技能是400的蓝啊，400的蓝，然后 CD 还特别长。你这个真心先出点什么推战鼓、骨灰什么团队装啊，要比你直接出蓝杖好得多啊。这边咱把大魔棒磕了啊，这个魔棒啊，神器啊，各种秀的神器啊，咱就是秀的飞起嘛，秀出啊，我行我秀，秀出我自己嘛，对不对啊？秀出咱自己啊。这边下路人也是走的妥妥的了，都去中路推了，那就换了。
前期对面这个打团还是比较猛了，有飞有凤凰的蛋，有人马这个稳定控制，有屠夫这个钩子，还有这个飞机大招啊，飞机这个大招还是蛮恶心的，大家都不敢去打蛋，一打蛋的话飞机给个大招，你说怎么搞？然后这个屠夫还这个人马还冲进去再踩跳到，要是有了跳到更是，你打蛋跳到进去一个踩，那可真是你几个人打蛋踩几个啊！当然如果是远程的话就不说了啊，远程的话那你可以打，远程的话不过脆嘛，对不对？这边皮神是别回去啊，咱们这个这边该带带，然后他们上高地再回去守啊。这前期确实，真回去打的话，真不一定好搞。这个像蓝胖子的话，还是这个虽然说不吃装备啊，蓝胖子真心不吃装备，就后边就是那种酱油装一样很猛啊。他就是只是需要级数，有了一定的级数就欧了。这边 A 一下。这就是稳健的补刀嘛，传说中非常稳健的补刀啊。其实狂狮的这个补刀也是很稳健的啊，就是稳稳的让大家见效了啊，就是稳健的补刀啊。这边他们不推啊，估计他们就是在野区，这边果断，你看果断他们就不能推高地。这边人马看一个怒吼啊，这吼的真远啊，一个爆两爆漂亮啊，这就是平常做好事的这个那啥嘛，对不对？看来 P 神也是经常做好事的一个好孩子嘛，大家说对不对？这边的幸亏兽王 TP 的快啊，这导弹都追这个兽王去了啊，导弹是我为你翻山越岭，对不对？却无心看风景啊，狂狮就不唱了啊，狂狮有时候就忍不住就嘚逼两句啊，对不住大家，这个是吧啊，这个是有时候一不小心，哎，一不小心，大家一不小心，大家见谅啊。这边咪口看一下，这飞机要死，一个爆两爆啊，死得透透的啊，送你走了啊，真的是包的你把脸都给把你脸都给包肿了啊，松松的。这边点凤凰，凤凰变蛋，变蛋三个人点啊，直接点死，给你一个 G， 临死也搞死你一个科奇魔棒啊，还是他被烧死了直接。这边 QVP 直接被狗死了啊，完成了一次 OTQ。这演员从哪儿请的啊？下回这把打完了，直接把工钱发了，让他以后就不用来上班了。这家伙这太抢戏啊，太抢镜啊！咱这把都完成 double kill 了，居然让他这个 ultra kill 抢了风头啊，这个伤不起。这把斧王就是一刮双眼啊，兽王兽王啊，老把这个王搞错了啊！我家王还挺多，一个女王一个兽王啊。在咱面前他也徒敢称王，对不对啊？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，这边让你 ultra kill， 让你 kill 啊，死了吧啊，这叫啥树大招风啊，树大招风啊。那句话怎么说的啊，狂狮这个语文就不太好，那个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，是不是突然觉得狂狮这个形象就一下高大伟岸了这个很多啊，这个文学素养一下就高了很多啊，那必须得嗷嗷的。这边咱们出拳套啊，下一家应该是做一个骨灰盒，有这个骨灰盒非常爽的，一个 FG 然后一个骨灰盒，像什么脆皮的话我只能说妥妥的啊，不大点事儿啊。这边你就直接被带走了啊，这有点小西荒啊，小西荒啊，牛哥这把就真的是西荒的不行行啊。那这个凤凰啊，我们会被你报仇的牛哥啊，好兄弟明报仇，一个 F 双爆啊，这真的是人品啊，我只能说这个就是人品啊，这个学不来，这个学都学不来啊，这个操作淫荡的意识你可以学，犀利的操作你也可以说学，风骚的走位你还是可以学，但是这个人品是要积攒的啊，是要靠这个做好事啦，然后这个不说谎啦，然后不骗人啦，哎呀反正乱七八糟的，这个扶老奶奶过马路啦，给老奶奶让座位啦，对不对？这个和谐社会大家还是要是吧，还是要多做一些好事啊，多做一些好事，自己开心别人也开心，然后还能积攒人品，然后打刀塔你又开心，那多好，这个日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啊，这就是王道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能追求的太高嘛，大家都是普通人啊，就是追求的太高的话，自己不仅自己累啊，周围的人都会跟着你累啊。这边就是一个斧子刮出去然后往回走，斧子回来的时候就会刮到这个石头人啊，就是妥妥的啊，因为这个天灾这边的这个离得比较远嘛，所以不太好刮啊，就是这么个情况啊。
这个斧子啊，每回他扔出去斧子，我就老担心他这个斧子万一扔出去回不来怎么办？那这个兽王连武器都没有啊，难道就靠他这沙包大的铁拳？这边兽王，咱们把这个钱就让给他了啊，咱有人品嘛，对不对？咱就不跟他抢钱，你看帮他 A 一下啊，咱还非常有人品的帮他 A， 你说这叫什么啊？这就叫人品。那怪不得咱就出这个二爆三爆呢，这都是应该的，这都是必须的，对不对？像蓝胖后期装备，像什么紫苑羊刀冰甲什么乱七八糟都可以出啊，就是团队缺什么你都可以出，像什么奶球啦笛子你也可以出啊，就是反正你都可以出啦，就是想出你都可以出啊，没有什么你不能出的啊。我想想好像还有一些是不是蓝章不能出的啊，蓝胖不能出的啊，好像也没有啥啊，就是你想出的话都可以啊，没得问题啊。当年什么狂战疯狂面具蓝胖都见过啊，其他的就不说了啊，推魔刀什么，对面有术士的话你推魔刀都可以搞一把出来的啊。像后期的话有这个 G 收钱还是蛮快的啊，还是蛮快的。这边疯狂那么点血啊，真是骚啊，突出一个字骚。这边兽王是直接 TP 回家了，这个咱就顶塔，咱这个力量成长那是嗷嗷的，这血量到现在就1200了，这级数也不能说太高，九级也没有什么撑血的东西吧，然后这就直接1200了，这就是力，这就是属性的重要性。像那个大树的好像三维属性就成长就非常高啊。这边是开的雾过来的，还是被踩到，看一下能不能吼住，回头吼了谁，吼了凤凰啊，直接把凤凰秒了。给加个 B， 加个 buff， 这个 buff 就是大家有就加可以。这边勾的亮了，你勾谁不好勾，勾牛头，这直接把你带走了啊！带你走吧，这边导弹砸脸上了，这边往后还是怂了一下，应该直接往前走，往前走 F 就留到人了啊！这个没有留到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是吧？该放人一马的时候就放人一马吧，这个你不能赶尽杀绝嘛。虽然说，这个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，但是刀塔里边不适用啊，你就斩草除了根，它春风还是要生啊，它一会儿就从那个月经里钻出来了。我真的想不明白这人咋就这么难死呢，死了又活，活了又死，累不累啊，对不对？我想的都累啊。这边虽然说斩很肉啊，但是对于这个柔散大哥，哎，不要不要啊，不要停啊，停吧，哎，还是停，差点就给打死了，得亏咱人品高，要不换其他人早就死得透透的了。这边虽然是转敏捷啊，这敏捷转的飞起，这个肉山打的有点艰难啊。啊，虽然出了个 R 也是在这个boss 面前瞬间就没了，应该是出来这个 R 以后你 M 到这个boss 身上就不会说是没掉 O 了。 OK， 这边蓝杖其实还是蛮贵的啊，像出了这个，一般出了蓝杖你像你出其他装备再想出蓝杖，除非特别顺，否则你出个什么，你出蓝杖的话应该在40-50分钟了，或者起码也30-40分钟了。像蓝胖还要出引刀流，引一刀流的引刀过去点一下 FG 啊，然后直接干他，然后加上 B 干他就好了啊。这个确实万一出个4爆5爆的啊，五爆狂是想多了啊，3爆4爆的那绝对偷偷的啊。皮森说这把节奏咋这么快呢，然后他们说这个对面想血虐啊，血虐咱啊，诶这个神钩哈，好了，咬的慢啊，咬的慢，咬的慢，只能怪你咬不住，只能怪你嘴小啊啊 ，fresh 没有 meat 出来啊。这边蓝胖这个英雄，我觉得哎，这边直接飞进来变了个蛋啊，这个没办法，血太少，不根本不敢上，这个一个爆啊，一爆啊，不过没有关系，随着一个冲直接带走。推推让跑啊，这就估计都跑掉了。像蓝胖这个英雄就非常，大家就像如果是新手的话，或者玩刀塔并不多的话，你像想 repick 的话，我就建议大家 repick 蓝胖。像蓝胖的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 ，FG 都是定点的，然后 B 呢，你有了就给队友加，然后就这样，大招还不用点，多好。然后出点装备的话，装备也出的比较随意。这边水人刚才说他怎么突然就被秒了啊？这个那么一管血，说实话，你这800水人的800多点血，你那被那屠夫勾了一下，一半多的血就没了。刚才是凤凰直接飞过去，地的伤害加上那个小凤凰回去的这个小凤凰的伤害，完了你就直接躺了啊！不是那个导弹没有放下去，你就直接死了啊！然后直接把盾就这个交代了。我因为我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嘛，所以说我就这个那个刚才那点我也是看了，就是看清楚了，就是这个凤凰递过去，然后小
小凤凰给打死的，然后变蛋最后死在了这个蛋下啊，这个什么凤凰蛋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啊。这个好像风流不起来啊，凤凰这东西实在是天天有凤凰啊，你看在 Viper 那把有，然后上把有，这把还有，这凤凰这英雄真是招人青睐啊。不过这凤凰英雄确实屌啊，突出一个字屌啊。但是你老这么的打凤凰的话不科学啊，不是说你拿凤凰就能赢，这个东西还是说阵容是一方面，但是技术水平的话也是更加重要的一方面啊。阵容然后配合啊，对，技术水平配合啊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像蓝胖出个红杖也可以嘛，秒人流高爆发秒人流。冰甲其实就挺爽的，冰甲又撑肉然后又能留人 FG 冰甲，然后上去哎啪啪的啊，打得他生活都不能自理了。这边上路去守一下。这个必须得守的啊，这哪儿让他们上得这么舒服啊。你们说这塔是说推就推的，你问过咱了没啊？问过咱P神了没有啊？一个 F， 这个爆的好像有点丑啊，不过没有关系。哎，这个凤凰不是飞过了吗？怎么又飞了一下啊？这个情况难道是吼住它停了，然后吼的时间完了它就又飞出去了？刚才感觉凤凰那是直直的就飞出去了，这边这节奏不对呀、啊，这来了是咱们。难道是零换一，人家杀了咱一个人了，已经牛头已经死了啊。不过没事，这边三爆直接带走一个 G 过去，好的，带走白虎，直接套了个骨灰盒啊，低调的完成了一次 Triple Kill， 看到没，这个拿人头呢就是一个大神啊，不是，就是一个骨灰级的玩家成长道路上的必修课啊。所以咱就轻轻松松拿到了三杀，这个小感觉只能说两个字，哈皮。哎呦不错哦。对，上局我想想，我上局想说个啥，就是这个屠夫有三宝嘛，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屠夫有三宝啊，就屠夫有三宝就是啥，肉钩开烫照脸咬啊，就杰伦也有三宝嘛，大家知道不知道，杰伦有三宝，哎呦不错，这个屌啊，杰伦那真心是屌啊，屌的要死。凤凰你真的是把自己当腕啊，一个三爆冲死，你真的是太把啊，这个人马有挑了啊，他这么骚也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啊，科学依据的。但是呢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你算不如我算，一个三爆就送你回到了，送你离开，不是，送你回到月经之旁，你是否还来。这个啊，这边咱是过来搜搜小兵啊，这边是不是咱咋就老是三爆四爆呢？刚说完咱爆了个小兵就是一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就是这个人品嘛，对不对？为你弹奏一个，咱还没出四爆了，一会儿出了四爆都把你们给打尿了啊，直接就打肿你们的脸啊，照脸爆啊，爆的飞起。这个就为他们演奏一曲这个蓝胖四重奏，当当当当，出了蓝杖以后那就是蓝胖八重奏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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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就非常爽啊。这个蓝胖，我这个导弹会里边不是有一个就是蓝胖连珠包了三个四包，哎呀我勒个去，那幽鬼直接就被包死了，我当时看的就是震惊了，真的是碉堡了，当时我就给跪了啊，真的是两个四包幽鬼直接躺，那可是后期，哎呀真的是啊，蓝胖四包横扫无敌啊，这个是吧。哎呀，一爆还未停息，一爆又来清洗，蓝胖四爆横扫无敌。屠夫在下啊，屠夫啊，小屠夫，虽然上把咱玩的也是屠夫，虽然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屠夫，但是喜欢你不代表喜欢你啊， I love you， I fuck you because I love you， 真是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才要去抱你啊，对不对？这句话老经典了，就是I fuck you because I love you 啊，就是说打 DOTA 的时候不是说我杀了你就是不喜欢你，这个只是因为喜欢你啊，就是越女，其实我对你用情颇深啊，真的，你作为这个 DOTA 里边的这个月之女祭司，我一直在默默的关注着你，一直对你饱受着这个饱含着热泪，饱含着希冀，饱含着这个爱情了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但是呢啊，我依然是啊，依然要带走你啊。这边他说啊，皮神说我去抱凤凰啊，就自己给自己加了个币，咱也是有逼的男人啊。
有逼的男人你伤不起啊，在刀塔里边有逼的男人都是非常猛的，对吧？推推上去一个爆，好的漂亮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一爆啊，一爆啊，一爆就爆一爆吧，不多大点事儿啊。这风化了小风化啊，这么多小鸟就飞到了我的身上啊，其实我自己就有小鸟，不要你的小鸟啊。这边又是一爆啊，又是一爆啊。为什么只有一爆呢？这个感觉就完全，这个难道就是因为刚才狂士吹了下牛叉，这个爆就爆不出来了？哎，人马在中啊，人马在中有点远啊，这个雾吃的飞起啊，这把吃了 N 多的个雾了啊，这边又是过来，看一下吼住，推推过来，哎呀，这个牛哥你这个杠子，我表示很尴尬啊，你这个杠子真的是封的我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，要不那个凤凰我只能说他死定了啊，本来他收入囊，哎，这屠夫这钩啊，不是飞机救我就挂了。啊，不是飞机救咱就挂了啊，不过好像就算飞机救了咱也挂了，这就是命运，说也说不清楚，这就要死啊，就算钩子没钩死，这也要被人马踩死，哎，我只能说悲剧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悲剧啊，不过死个个把次不多大点事儿啊，大家大业的也不怕死这么一两次。这个凤凰是黑黄眼出道，小夜叉在手，这怎么叫凤凰，这是水源啊，我们的水源啊，这个水源也是个比较漂亮的孩子啊，还会变色啊，这年代霓虹灯还是挺流行的，这个变色就是这年代你这个不变色的话别人看不到你，变色的话别人才能跟这个就是才能注意到你，大家说是不是，就是浮夸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当我是浮夸吧，这个年代不浮夸大家怎么能看得到，是不是？这边屠夫推的让妖旗啊，这就跪了啊，我只能说死得透透的。这还有个神剑爆了菊花，一记神剑菊花过啊，兽王直接就跪了啊，那是松松的嗓子还是有点那个略不给力啊，略不给力啊，这嗓子真是哎呀，那就一个，得亏我就一个嗓子，要不我早就把它换了，真的啊，换的松松的就把它换了。这边屠夫一只钩子是略短了一些啊，只能钩不到人，只能怪他短啊，他这个纯爷们就不够纯，太短啊。这边他们是想推啊，你们这么就是打得太激进了啊，你们老这么推的话就将成为你们这个失败的这个根源啊，你们其实优势并不大，你们要这么推的话很容易出，哎，这边推推上躲一下啊，有点虚，吓了俺一跳啊，俺表示压力很大啊，压力山大，这敢咬我家水源，给你个包，给你个鸡啊，这个笛子还是很有用的啊，这个蛋变得有点仓促啊，我只能说有点仓促啊，仓促。导弹飞到了兽王的脸上啊，兽王的那个虽然那个幻象吃了500多技能，哎呀你真是，这个屠夫就稀碎稀碎的啊，化作满天相思的雨了啊，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啊，稀碎稀碎的屠夫就稀碎稀碎了。这边哎，这边风华还想 TP， 你真的想多了，我只能说哎，太天真了。好了啊，这把到这里呢也就差不多了，狂士这个酱油呢也打得差不多了，不待见狂士的同学呢也可以如释重负了，思念狂士的同学呢应该知道去哪找狂士吧。好了，最后在这里也是祝屁神和诸位兄弟姐妹财源广进，洞房不败，祝大家看得开心，玩得愉快，嗷啦。